都聽你啱啊！感恩同學們，感恩，感恩，感恩。第一組，第一組嗌乜嘢？第一組啊！可唔可以反應快少少講乜嘢？第一組快啲。嚇 ？Appreciation， 欣賞嘅英文。一齊講 ，appreciation， appreciation， appreciation。第一組，好，第二組，第二組講乜嘢？一齊講 ，love，love，love。你做啊 ？love， 好，第一組，你做啊？第三組，第三組，做乜嘢？講埋做乜嘢？講埋做乜嘢 ？service， service， 你記得？唔係喎，好似係又係喎，你啫。跟住第幾組？第四。第四組。我組長講。第一組揀咩啊？咩組？要快嘅，嗱，你咁慢咧就唔好玩嘅，好快嘅。第一組。係啊，唔好彈，唔好反彈啊！第一組，第一組。你決定咗未啊？好耐。第幾組啊？第一組。第一組起身。講乜嘢？欣賞。欣賞。記唔記得？欣賞。欣賞。嗱，不如咁啦，由於你哋慢得滯，而家由我嚟做指揮，哈哈哈哈，我會好快啊！咁咧 ，Lily 姐姐幫我睇下邊一組係最快最整齊。嗱，我哋要齊心，齊心就是成 teamwork。你一陣間一個企身，嗰人起身咧，呢個就叫做唔齊心，明唔明？叫齊心。我哋坐低先，我會嗌邊一組人即刻起身，一齊做個同一個動作，一齊做一個同一個事情。Are you ready？ 準備。OK。唔係諗住先啊。第六組 ，service。第五組 ，appreciation。哇！幾犀利。好似唔係咁喎，輸咗啦你哋。第三組服務，仲要講埋服務。第二組 love， 第七組服務，第六組 gratitude。哎呀，慢啦慢啦，林叔起身啦，哎呀，完全記咗啲 gratitude， 係啦，第四組感恩，感恩，第一組好欣賞，第三組服務，服務，服務，係不如祝你哋服務。第七組 ，appreciation， 要讀埋嘅。